悲しみの海に沈んだ私目を開けるのも億劫このままどこまでも落ちて行き誰にも見つけられないのかなどこへ向かい何をすれば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这边自己煮了那个肥牛宽粉然后加了一点青菜然后这边是四格味道的雪媚娘然后就开始吃了酸辣的，我加了很多那个醋。好吃。肥牛我是买的那种双层肥牛它就是肉就是很厚实那一种就是可惜是在我忘记放点香油进去要不会更好吃很好吃来吃一下这个雪媚娘这个是就是抹茶口味的里面有一些椰果
喝的是那个凉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凉茶的。严重。刚才我四个味道都吃了一下，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味道都比较淡的。这个味道就有点像红茶上面，然后加那个奶盖的感觉。哎，这也有奥利奥，我都有点忘了这是什么口味。
勺子找不到了。这还有半个，勺子应该在楼下。